这是我的午餐，太兴奋了，因为找到眼镜了嘛。找到眼镜了，然后做的这是，应该是泰国米粉，放点香肠、鸡蛋，然后这是后院的青菜，还有萝卜，做了一大碗，好香好香，很高兴。大家刚才看到没？我一高兴呢，偷拍了一下我老公。如果他在家上班，我就做这种了，连汤带面的，他还挺爱吃的，因为我也不会天天做，不会天天做，还美的着呢，还天天给他做。你看那个镜头，他是在开公司的会。你看这种公司也是哈，你不给员工人家吃饭的时间，一点都没有，这实在是我觉得不公平。凡是在家上班一整天，基本上他就去趟厕所，基本上真是就这样在会议当中讲，在会议中当中就过去了，不停的不停的，我是受不了，我是受不了。给大家吃一个。还都挺不容易的，我还没擦呢，这眼镜找到啦！眼镜找到了。所以就是这样，赚钱都不容易啊，上班，但是他是有一种工作的快乐，我相信。男人们有事业嘛，还有一种工作的快乐。然后这米粉配上这个南韩的榨菜很好吃，这东西不能买便宜了，因为我买一个大袋子的，中国超级市场还有南韩的商店都是要瓶里装的，会有质量，而且它里边有萝卜，里边有萝卜，很好吃。这人不爱摊上事儿哈，真的。你说这周末我就觉得，哎呀，一下我就又更轻松了，再加上阳光很好，所以我就更轻松了。眼镜找到了，于是，其实我心态上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就说，哎呀，就像那网友说的，就当你吃了一顿，全家出去吃了一顿，或者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就算花了，有时候也就这么想就对，但是就觉得自己没用哈，自己后悔，你就是在谴责自己。小香肠挺好吃的，大蒜，辣辣辣，岁数大了这口要重了，然后吃的更要浓一点的味道。按中医说，我们的器官都已经是功能这样变弱了，所以要吃一点刺激的，让它让我们的脏器，特别是脾啊胃啊，更刺激一下，让它工作起来。还这些小红萝卜，又不喜欢有事，有事真的很心烦。经过了整整一星期的这折腾，一星期，就我终于水落石出，哈，这镜子说的，净是事儿。然后我这周末一定会过得很轻松的，很轻松。孩子也考完试了，今天是星期五最后一天，
顺便说说吧，这个汤面呢，你可以做很多汤水，也可以做干一点。我今天做的比较干一点，我就放了一些已经做好的那种印度人的调料，嗯，可以有咖喱的或者什么的。我做咖喱不会的，我很少做，我未来我会尝试一下。然后呢，就是煎一些香肠啊，煎一些火腿啊，先煎着，然后呢，这时候快熟的时候把菜放进去，这不都有油了吗？所以放点姜丝啊，葱啊。原来我总是把，太辣。我原来总是把面直接放在这汤里头煮，这汤比较浑。后来跟一个开饭馆的朋友，他特别厉害，他做这个冷面呢，就我上次给大家吃猪脚的那个，吃猪蹄子那个视频，就那姐妹她。就是台湾的还有什么南韩的冷面特别好吃，来我家就做这个，就真的吃不够。他就教我呢，就是把面跟这个菜汤分开煮，后来我一试真的很好，就是面不管你是米粉什么，面是面味，汤的米粉是米粉是味，它不会跟整个那菜的香味混。后来我就反正费点功夫吧，你就多拿一个锅，再把米啊米粉呢，或者是把面煮出来。这碗是日本人的，日本一个公司叫木吉，在伦敦的一个公司。我很喜欢这种大开口的碗，而且白白的，不是特别大啊，镜头里看着很大。这个卖这个东方饭菜的哈，都是很大碗大勺子，我给你喝汤啊，什么中餐啊，日本餐啊。所以这做饭呢，比方说我不会做，其实就是懒得做，其实没有天生会做的，只要你愿意做，只要你觉得哎啊值当的，那就做呗。我觉得最要紧不要把自己搞太累了，你天天做这不就成厨师了吗？成工作了是吧？你自己也烦也累，就一定要调整，你一天可以做一餐嘛。然后这个汤可以多一点，如果你想喝汤呢，你那天渴了，你就说多放点水，多放点水，那调料上啊，菜上啊，多炒一会儿，然后它那个味道就会进入汤里头，那汤也很香，就是菜稍微老一点，不过这也不是问题。像我今天我就做的比较干了，这个所谓干也不是真干，就是说。味道比较浓一些的吧，从佐料上，因为这个西方人喜欢吃浓一点的，不像咱们东方人说要清淡的哈，汤汤水水的。像香港人做包的那些汤，他们西方人就喝不了，他们喝罗宋汤。罗宋汤是因为还是英国的天气吧，它凉了，他喝的汤汤水水的，还不如喝杯咖啡呢，喝杯茶呢，是吧？所以。他们期待这汤里头有菜有土豆，是这样。我也在学着做罗宋汤呢，没做过。所以做饭吃这时候吃这会儿也就忘记那个辛苦了哈。所以啊，那你自己还吃呢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自我享受的过程吧。我觉得英国这边呢，大家都是相对厨房比较大，然后天黑的又早，他自然就在自己家的这个空间里就多，然后下班的时间一般坐办公室的，我看都是5:30有的下班，银行也是5:30就可以离开你的工作地点，然后就往回家。回家最晚6:30到家了，是吧？
你就算一个小时，近的就更快了，然后就有自己的空间，然后像这么好的天气，那就在自己家啊，享受啤酒，享受一些朋友相聚，或者是自己就是哎放松一下，在后院。那于是厨房大嘛，他就是好像不做，好像也挺遗憾的哈，所以英国人这边还是而且第一，他就是自己可以控制这个食物的质量。你要说你在饭店吃，你要等很久，坐着很久，当然是需要的。英国人很愿意去酒店的，很多人都到哪个地方都是先喝杯茶，吃块蛋糕哈。在英国住的朋友都知道，那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厨房大，他自然就要方便不方便的都要煮一下。而且呢，它经济实惠，它不像美国有些城市，就是说买着吃还不如坐着吃还不如买着吃呢，因为你时间精力嘛，然后水电啊、火呀、油啊哈，然后你还要洗一洗涮涮的。之后那英国这边相对还是自己坐着便宜，自己吃着便宜，而且能把握这个质量还有数量。有时候累啊，就随便买一个那个炸的那鱼，弄点薯条子就对付一顿呗。我觉得做什么人也别把自己搞得太累，你也不欠谁的，对吧？你居然是做母亲，你居然那么爱你家庭，你也得先爱好自己。你自己把自己累坏了啊，弄得然后谁也不愿意照顾你。另外，你自己你累了以后，你脾气也不会好啊，然后跟那发脾气，跟这发脾气的啊，我这都过来了，我这都是说经验之谈。要调整吧，我觉得他们英国人特别爱说平衡一下，要调整一下，确实是你万事万物都是需要一个平衡。如果说你调整不好了，你自己身体就坏了，对吧？你过累了不就失调了吗？然后呢，你家庭关系也是，你要是老是自己这么干干干，像牛一样的，然后也不管人家爱不爱你，也不管人家对你照顾好有没有，你也是干干干的，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你又不是奴隶，是不是？你不能在一个爱的这个大字下边你就把自己变成奴隶了，我觉得这样做女人也是挺愚蠢的。所以别老说人家了哈，自己眼镜找到了，哎我的天哪，我下次一个字儿都一个下个视频我一个字儿都不能再提眼镜的事儿了，我也开始烦了啊。我很高兴能看到您，不是很高兴您能看到我。行，这么说还这牙呢，确实是他没洗好。这个不是捡便宜，他帮我洗第二次，他真是洗得干净了。那女的手法上呢，其实也算正常了。第二次他还真的挺轻的，然后呢，洗得干净多了，这是真的。所以大家有什么事呢，好说好商量。我也是好言好语的，我说你看是不是没清洁好，我跟那个安排那个女人说嘛，结果人家就是给你安排一个了，是吧？也不用着急，也不用什么种族歧视的，没有这些事儿。其实你就好说好商量，你看我的牙是不是应该可以比这更白一些，我花了42磅钱啊。然后他作为他这行，他也不愿意就是说落下一个不太好的名声嘛。他肯定他自己也想在他同事范围内，他们都愿意做最好的，我相信是这样。到最后，真的没有损失什么，就是那个自己心烦了好多天，是够烦的哈。自己在这儿啊，怎么会他就没了呢？上哪儿去了呢？这眼镜，哎呀，经历了一次，又经历了一次。咱们穷人家孩子好不容易戴个这么好的眼镜哈，还记住个牌子名字，哎呀。行了，我向毛奇保证，我再不说眼镜了哈，说完了哈，没有了。今天这我也接着吃我的这个米粉了，很高兴。啊，一大瓣蒜，吃蒜对身体健康，当当。哎呀，大家周末愉快吧，周末愉快，周末愉快。不行，还得再拍一个。哎呦，掉筷子。要不快点，怎么整？